对不起，我对不住你，我骗了你。都是那个和你们公司合作那个 Ada， 他和我说你们公司啊，最近在这个资金上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，可能要面临这个倒闭了。所以我哎，说如果我这个货款再结不回来的话，可能后面就结不回来了。所以我一着急就撒了个谎，骗了你。对不住，对不住，但是我保证啊，您给我接货款这个事儿，我肯定没有和任何人讲过。但是，赵总，据我所知，你们公司目前这个状况啊，其他的这个供货商啊，差不多都知道了，所以我也无能为力。我知道您是好人，但是，倩倩，左左在你那儿吗？左左，这么晚了他还没回家吗？没呢，我去他公司看看吧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挂了啊。哎，越下越大了，这都这么晚了，啊？左怎么还不回来呢？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，这也不知道他伞带没带，到底是啥情况呢？妈，你别担心了，他这么大人了，没事了啊。看着你这一会儿，好像也停不了这一下子，哎呦，真是的，你说。这天亮之前，当霓虹熄灭，谁会看见我这份疲倦，似乎也忘了肩上所有拒绝，猜不透，对爱的人宁可敷衍，才越可怜。你这界面世界倾斜，要怎么还原？被遗落在空心世界，那带我来的人也渐走远，彷
着空心世界，我找不到起点。伤口愈合又碎裂，昼夜难眠，用几罐啤酒帮着我忘了暴雨后的停歇。争吵哭着拥抱有多可怜，像黑白照片还有残缺，该怎么还原？被遗落在空心世界，那带我来的人也越渐走远，在这空心世界，我找不到起点。人遗落在空心世界，那带我来的人也越渐走远。左左，在这空心世界，我不知道你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你不想说，那我就不问了。我只是知道，我们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，不也都过来了吗？所以我们眼前遇见的这些困难，不叫事儿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相信我。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老头就睡了。嗯，那个，我把乔乔带到我屋子里去睡了啊。不是，睡这儿呢？干嘛带你屋睡？嗯，那他万一要是再吐呢？那个，妈妈照顾一下他。嗯，乔乔，乔乔，起来，哎，乔乔，哎，到奶奶，到奶奶那儿去，哎，跟奶奶睡去啊，不吵着妈妈了。哎呦。妈妈跟奶奶睡了，那个，你叫我怎么？你叫我哦，哎呀，
你醒了，你在这儿陪了我一宿啊。啊，昨天晚上你吐了，吐的还挺厉害。不好意思啊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没事儿，这挺正常的。昨天晚上你还说梦话了。我说什么了？没什么。起来吧，把早饭吃了。左左，咱们有没有可能复婚？先去洗漱。喂喂，赵总，刚才武经理打电话问我们。咱们现在在做的这个残障人士的项目，还要不要按惯例赠送窗帘和衣帽鞋架？咱们合同里好像并没有写明，是不是这次就……不，我觉得还是要送的。这样吧，我来解决，不走公账。哦，好的，赵总。行，我先忙了啊，我跟你说了。早，妈。早，圆儿，吃早饭。哎呀，哎，包子呢？哎，昨儿没吃早饭，就急着上班去了。昨天晚上你一直陪着他在屋里待着。啊，是。有戏，这事儿成了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什么有戏，什么成了？我说你们两个人复婚成了，我赶紧得打电话告诉他妈妈去。人家左左还没答应呢。我说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傻呢？你俩能待在一个屋子里边，那说明他已经答应了。我们是待在一个屋里，但是什么也没发生啊。昨天没发生，不代表将来不会发生。妈，你别跟着瞎操心，哪儿跟哪儿？不说了，我上班了。厉害，你说，这事儿成了。这个怎么卖啊？这个128。那我要是工装，会不会便宜一点？我们工装、家装都是一口价。最低价，哦，都不能便宜，不能便宜，我最低价一口价。那您还有便宜点的吗？里面有，请你到里面看一下哈。美女，看您长得这么漂亮，穿的衣服气质都挺好的，你为什么就要买便宜的呢？哦，我们要的多，所以
便宜的在这边，看一下。这没有刚才那种蓝色的，没有那个蓝色的。这个质量差很多哎。这个质量差很多，一分价钱一分货。这个怎么卖啊？这个给你78。这个也要78。这个也要78。那我再看看。啊，你再看看。美女啊，我们家在市场是最低的价格了，最便宜的。谢谢哈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看在这儿也挑不到你想要的东西，不如我带你去个地方吧。你带我来这个地方干什么？选窗帘啊。这里的窗帘费用很高的，我们负担不起。你们公司现在财务已经紧张到这种地步了？对，我们资金周转很困难，而且今天买的这些窗帘很有可能我会自己付账，不会入公账的。这样吧，你先别管价钱，先选，选完了之后我来想办法。哪位请问是家用还是工装？工装。工装的话可以看一下这款，这是我们今年的最新款，前几天刚刚提的样，色织提花工艺，而且是今年的新款发布会上主打的那一款。你们家的品质和质量都是非常被我们认可的，所以我们才会选择来这儿。但是我觉得价格方面啊，既然是工装嘛，量肯定少不了，价格您放心，给您老客户的价格，7.8折。是这样，我们这是一个公益的项目，所以可能预算不会太高。啊，没关系，预算低的话可以看一下去年的款式，虽然不是新款，但是我给你们5折的折扣，而且品质放心，绝对不会输于这些新款。店长，是这样，我们这次呢不是一次普通的工装，而是我们会和电视台进行联动的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公益项目，所以电视台可能会提供给我们一些软性植入的机会。如果你们的产品在电视节目当中多次露出，更甚至于电视台可以到你们的实体店面进行拍摄，我不知道您是否感兴趣通过赞助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合作。两位稍坐一下，我去打个电话。您刚刚说的这些，电视台能同意，我们能做到吗？我跟他们接触过很多次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，先聊聊看呗。如果要是真的可以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合作的话，那真是帮我大忙。但是我就觉得，我们和电视台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消息，就这样去谈判，这样好吗？你先别着急，先聊着看吧。有很多事情就是聊着聊着就促成了。杨局长，是这样，如果你们刚才说的能够兑现的话，我们可以赞助，但是前提还是有一个要求，你们这个项目的窗帘赞助商只能有我们一家。当然，没问题。那好，哎，真是太感谢您了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好，那先不说了，哎，再见。电视台同意的。太好了，你说我怎么就想不到用这样的方式去聊呢？如果真的都可以用这样的形式合作的话，那我的设计理念可以更好的完成。谢谢啊，小鱼。你先别谢我了，赶紧去趟电视台吧，很多东西要落实到实处。赞助协议这个东西，不落实到细节的话，很难生效。我马上就去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你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，我觉得这个项目我们一定能做好，事在人为。没错，事在人为，我也是一样。我们电视台能做的只有这些了，你看一下行不行？太感谢了。我也是特别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机会
能够让更多的企业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正能量的项目当中来。嗯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们也是这样想。行，回头我就叫他们按这个执行。嗯，行，那就这样办好了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好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再见。怎么回事儿啊？我这么青春靓丽都看不见我吗？看见了，大美妞。我在想一些工作上的事情。少来了。哎，从实招来，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了？什么什么呀？江宇给我打电话了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你10点多了还没回家，着急的不得了。哦。哦。哎呀，少来了，快告诉我发生什么了。你想喝点什么呀？咖啡还是果汁？咖啡对嗓子不好，果汁吧。哎，别打岔啊，赶紧从实招来，你跟江小云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呀，又魔怔了啊。江总，那你说那个孙倩倩是怎么想的？你是怎么想的？当然想两个人在一起了。小鱼啊，你也赶紧把赵左左追回来吧。嗯。操心你自己就行了，管我干嘛？嗯。江小鱼要跟你复婚，你小点声儿。我就知道啊，他一直对你贼心不死，你怎么想？我觉得不太可能。为什么呀？你这么果断？哎，未明白那个渣男，你都劝我再考虑考虑，你不考虑考虑？我的情况和你不一样，当初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要不是Will在我身边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熬过来。所以你是因为 Will 才不能接受小鱼了？我欠 Will 的太多了。你到底爱不爱他？也不是刚进大学的那个小女生了，还说什么？哎，说这些干嘛？你找我出来什么事儿啊？这什么情况？别跟我装了，我知道你公司资金链出现了问题，这也没多少钱，我知道帮不了你什么大忙，但这是姐妹的一点心意，拿着。你想太多了，其实我公司也还好，等过两天那个工程款结了，我要在新加坡的那个投资回收了，我们马上就能度过，没问题。哎，你收回去，你赚钱也不容易。这话怎么说的呀？前面几场商演就回来了，拿着。再说了，没说这钱给你啊，要还的。我帮你打欠条就不错了。笑起来多好看啊，别发愁了。妞，我希望你再好好想想，你对 Will。到底是感激还是感情？对小鱼，到底是埋怨还是遗憾？左左，怎么现在给我打电话嘞？妈，我有点事儿想和你商量。嗯，咱家那套学区房现在值多少钱啊？我的公司资金周转有点问题，我们能不能先把它抵押了？妈，吃饭了。不，小乔，吃饭了。呀，嗯，你怎么马上就要回来了？今天晚上打算怎么着？什么怎么着？昨天不是挺好的吗？
啥呀？昨天我说你们两个人喝了几酒，不是挺好的吗？啊？要不要再喝点酒啊？不喝什么酒啊？瞎胡闹。喝的挺好，这怎么叫瞎胡闹啊？昨天都喝成那样了，今天还喝？不，那你不一定非得要喝成那样，你只要喝到那样，你不就行了吗？红的还是白的吗？你说。他要什么这么开心？什么红的白的？啊，回来了。那个是我在跟他讨论衣服，那个买件红的好还是白的好？不，我想过节还是红颜色的好。都好。你们还没吃饭呢？没呢，吃等你呢。来来来。哦，我跟倩倩吃过了。啊，在外面吃了啊。对。乔乔，快过来吃饭了。哎，乔乔啊，来，奶奶来。奶奶，妈妈在外面吃了，我们赶紧吃了。喂哦，嗯。梅儿啊，没断，还在联系着呢。妈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别操心了，你快吃饭吧。上海公司那边的事情，我都听丽丽说了，你不用自责，这事不怪你，主要我把很多资金拿到新加坡这边来。所以才会出现缺口。你一走就出了这么大的问题，都是我经验不够丰富。这事儿怪不了别人，我负全责。我吃，走好了，坐下来吃。是什么？我的电话响啊？好像是。还有人给我打电话，哦，我那个接电话，来，啊，赶紧吃，我去接个电话。哎，我电话在哪儿呢？总座，公司是我们两个人的，现在出现问题，我们俩要一起面对。不过，新加坡这边的摊子势力有点大，而且可能短期不会有什么盈利，所以。咱俩还真得一起想想办法。你千万别着急，全力以赴新加坡的事情，这边我来想办法。好，上海那边就拜托你了。放心吧。啊，啊，还有这事儿啊？我怎么没跟我们说啊？秦老师，你放心啊，那个我们一定会帮佐佐度过这个难关的。不用，咱不用说这谢字，咱俩不说好的吗？啊，我们还要做亲家。我知道你最近急用钱，这卡上有钱，我呢也用不着，你先拿去用吧，能帮你多少也不知道。密码还是原来的，没改过。你们公司还在创业呢，你也需要钱。那个，这个我不要。我们是纯技术的公司，只要技术成熟，会有人给我投资的。这些钱我真的用不着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也谢谢你。但是我自己能想办法。你想什么办法？卖掉成都的房子？我妈给你打电话了。哎，佐佐，咱俩呢，虽然不是两口子，但是有些时候能互相帮一把的时候，也没必要太见外。我呢是不太建议你卖掉成都的房子。你爸妈年纪大了，卖房子这事儿吧，会让他们没安全感。那……哎呀，行了，你别说了，这钱你拿着用吧。也不要太有负担，我真的是借给你的，你周转过来再还给我就是。我去看看乔乔。54000多，还剩这么多，就这么点儿。
啊，这还少，这已经超出我预期了，好吗？哎，不然这样，我问家里借点，借10万块钱，你那儿不还有20万吗？启动项目够了。不行的，我那个钱拿去给佐佐急用了。歇菜了。喂，王总。小鱼，你们新公司运营怎么样了？哎，别提了，创业初期没有资金，举步维艰。这也别着急，这是新公司啊都会遇到的问题。我呢，今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如果成功的话，不仅能够解决你的资金，还能帮你打开局面。你说。我刚刚受邀做了一个天使投资项目的顾问，一个月以后呢，会有一些风投公司大佬来开一个说明会，主要是针对科技类项目。如果被他们选中了，你的资金就不是问题了。那不错啊，我正想找人投资呢。我听你这么说，你是有可以操作项目了。我正要跟你聊这个事儿呢，你也帮我把把关。嗯，我想做无线 VR 头盔和四肢感应器。我想让 VR 爱好者从束缚当中解放出来。不，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？这个月初吧。进展到哪一步了？核心数据有吗？还没有实质性的操作。看来你要面临的不只是一个缺乏资金的问题了。我没太懂你的意思，你是说我的思路有问题吗？但是我跟科技院的张工聊过，他说这个是有可能实现的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我看过一些公司递上来的项目，其中有一个公司，就是关于无线 VR 头盔跟四肢感应器的。哪个公司？四桥。孙总。喂，张工啊。小鱼啊。你是来催计划书的吧？哈哈，你别急啊，肯定会在说明会之前给你做好的。计划书？什么计划书？哎，你忙糊涂了，就是关于无线头盔和四肢感应器的计划书啊。前段时间都把钱打到我们账户上了。哎，你怎么就像不知道似的呀？我们公司有人找过你。没错啊，合同上写的不就是思巧科技有限公司啊？思巧科技不就是你的公司吗？小鱼，你在听吗？小鱼，孙总这孙子，我们就应该告他。怎么告啊？咱没有任何证据。那张工老糊涂了吗？思巧易主好几个月了，他不会不知道吧？这摆明了是孙总在背后搞的鬼。谁知道呢？现在说这个都已经晚了，还有一个月。什么一个月？天使投资项目说明，只要在这一个月里，我们拿到新的项目方案，就有可能拿到天使轮投资。真的？那这个是好事儿啊。可是孙总他们也报名参加了这个项目，而且他们拿出的项目就是无线头盔和四肢感应器。喂，您好，红姐啊。是这样的，这两天一定，您放心啊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红姐催咱们交房租。罗总，呀，这个浅浅小姐最近是够忙的啊！你看我都约了多少次了，都没把你约出来。是啊，倩倩现在啊越来越红了，演出多的推也推不掉啊。本来今天啊我们要去广州一趟，可是倩倩一听说牛总要来，所以啊他就把演出给推了。咦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牛总，您上次说的给倩倩办一个全国巡演演唱会，不知道您还记得吧？真重要的事儿我都不可能忘，那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太重要了，我想咱俩免谈，时间一直没碰上。今天咱就把这个事儿好好的聊一聊，中不中？啊，顺便呢，
今天把你约到这儿来，也是想让你们看一下我的实力，让你们心里有个底儿。嗯，您的实力？呀，嗨，恁都不知道，恁现在坐的这个地方，这个商场，我是最大的股东。当然，这也是我众多投资项目当中一个小小的一部分。牛总，原来您就是这个商场的老板啊，那我们以后买东西是不是有折扣啊？呀，嘿，你这都是骂人的话，知道不知道？那像我跟倩倩小姐这种交情，对不对？那都是看见啥拿啥，都当这个商场是咱自己家开的，是不是？哎呦，牛总，太好了，我吧，没什么东西想要的。哎呦，你看啊，真好呀，我都喜欢倩倩小姐这一点。不物质，那我说实话，你像我见到的女孩没有上千，也有上百了，都没有一个像你性格真带劲。要我说呀，谁要是能娶到倩倩小姐这样的小妮儿当老婆，那这是上辈子积了大德了。好，好，好。要不我们还是商量一下演唱会的事儿啊？好，中中中，那您说说，我听听您的想法。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娘娘，坐坐坐坐。哎，你喝什么？一杯冰美式。好的，请坐。小伟啊，听说你最近在跟江小鱼搞了一家新公司是吧？怎么样，还顺利吗？一家新公司规模又很小，处处受人打压，您说能顺利得了吗？要不要你考虑一下来我们公司？这个事儿我还真的考虑过，可是后来我思虑再三，觉得您公司精英辈出，怎么能看得上我呢？就和小鱼开了这家新公司。眼下公司正处在最关键的时刻。谢谢。我怎么能把人家扔下自己跑了呢？您说是不是？小薇啊，你是一个聪明的人，聪明的人一定要懂得如何去借力使力，想成功肯定要借助于巨头的一个肩膀去前行。我会全力以赴的，借你一个肩膀。你还有什么疑问吗？王总，您说的真的很有道理，我非常的赞同。可是要站在这个巨人肩膀上前行，首先得具备爬到肩膀上的能力啊。我现在不具备这个能力。等我哪天具备这个能力之后，我一定借您的肩膀依靠。牛总，您可是大老板啊。那您看我们倩倩这次演唱会的规格是不是得高一点啊？应该的。我们第一站就设在香港红磡体育馆，您看怎么样？中，我觉得很合适。香港这个地方的洋气啊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倩倩小姐跟她搭配在一起非常的和谐。哎，好，到香港吧。谢谢牛总，太好了。嗯，说实话，我真的是当你是个人才啊，倩倩小姐。嗯，谢谢您的赏识啊。我太喜欢你了，我喜欢你的音乐啊，可喜欢。你不知道我每次听到你的歌，我的心境，我哎呀，我都有时候都不知道该咋说了，真的。您可真逗啊！看看牛总就是喜欢你的音乐，你说说话。谢谢牛总，您喝咖啡了哈？哎，我不喝，能喝，请能喝了，这都是正宗的猫屎咖啡。小薇啊，今天我们这番交流啊，真的让我高看你了。这样吧，我也不强迫你了，等你如果思考好了，到时候你随时跟我联系。好，好吧，好的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谢谢罗总，好不好？那你这样，你先坐吧。好，好吧，好好好，再见啊。哎，罗总，再见。看不出来呀，居然拒绝罗总。我现在已经后悔了。你说我要返回去找人罗总，人罗总不会不认账吧？他认不认我不知道，反正呢，我以后是再也不认识你这个人。说真的，我和小鱼的公司现在都是负数，他把所有的钱拿出来去救赵罗总，我们俩私人存款加起来不足几万块，红姐那房租还欠着。
真不知道公司能撑到什么时候。这么严重，你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等一个月后的科技比赛吧。不过小玉，即便有好的 idea 拿出来，前期大大小小还是需要投入的，钱怎么来呢？不如我还是答应人家罗总，回去工作几个月，赚点钱，这样也好帮帮小雨。你说你这个人对女朋友不怎么样，对哥们儿还真是挺讲义气。哎，为什么对江小鱼这么好？凭你对我的了解，我是很难信服一个人的。不过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特别信小鱼。也许他身上有我身上不具备的东西，比如坚持和隐忍这两点，我就已经很佩服了。也或许还有一种可能。什么？就是我比小鱼潇洒帅气，在他面前格外有自信。最好是啦。哎，小心。倩倩小姐，今天心情很糟糕，晚上客户陪我喝一杯。这都是什么呀？你不知道，当时未明白跟罗总说出那些话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特男人。后来他唰挡在我面前，那感觉确实有那么点踏实。看来有人是动心了。讨厌。哎，你说他对我是跟对别的女孩不一样啊？你说我要不要给他个机会？嗯，这事儿我可不能帮你做决定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我呢，以前就觉得他游戏人间，对谁都不认真。从今天看来嘛，他也不是那么不靠谱。人是会变的嘛，或许人家为了你改变了呢。原来的